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四百二十六面，四百二十六面。 第三行，我们讲到烦恼啊，丁福宝居士《无量寿经前著》前注念老啊引用在此地啊这一段。 讲六个根本烦恼，二十个随烦恼，这、就是法相中所说的。我们先把相中这个说法，我们做简单的报告啊，大家在一起学习。 然后回来再看这段文，就很容易理解了。我们先说六个根本烦恼，啊，这是最严重的。啊，白发明门里面告诉我们。 天亲菩萨讲弥勒菩萨所造的《瑜切斯地论》啊，那是弥勒菩萨造的，有一百卷，分量很大，里面将一切法归纳为六百六十法。 天亲菩萨认为六百六十法太多了，教初学不方便。他把六百六十法再归纳，归纳成一百法，对于教初学的就很方便了，叫《百法明门论》啊！我相信许多同学都曾经。 学习过啊，这是大臣入门一份非常好的教材。白法里面讲善心所有十一个，恶心所呢有二十六个。这个恶心所就是烦恼，就是二十六个烦恼啊，六个。 根本烦恼二十个，随烦恼小随烦恼有十个，中随烦恼有两个，大随烦恼啊有八个，总共啊二十六个。于是我们就能体会到人。 所谓劣根性很重，那是因为不善的心所太多了。你看，二十六个善心所只有十一个啊，善跟不善比较啊，善还不到不善的一半，只有十一个。 当然，不善的这个力量大，善的力量薄弱，啊，往往善敌不过恶，也就是我们明知道不好，为什么一定去做？啊，内心里面呢，我们这个善念比恶念少，恶念多，而且恶念非常强大。 这就产生了严重障碍，啊，障碍你的道心呐、啊，不但障碍你正果，还障碍你开悟，甚至于障碍你的信心，啊，它有这么严重。 啊，我们今天知道，必须断烦恼才能提升境界。所以，对于这二十六个烦恼心所呢，不能不认识。啊，这是大臣初学时候就学的六个根本烦恼，就是。 贪嗔痴慢疑和恶业，在见识烦恼里面，嗯、叫立顿十四，这是最常讲的、最简单的这个介绍。啊，思惑，我们思想的错误、迷惑五个。 贪嗔痴慢疑，那握剑呢？是间接上的错误，你把事情看错了，啊，也有五个，这握剑的叫分五个：身剑、边界、剑曲剑、借曲剑、斜剑。啊，这五个叫握剑，握剑破了。 在小城正出苦，在大臣呢，原教，初性为菩萨，这就是圣人啊。所以说，入圣流啊，啊，你就入圣人之流了。三不退里面，正第一个未不退。 啊，他决定不会退转到反复啊，他往后用功是有进无退。啊，针对这个国威，这个国虽然很险，没出六道轮回，但是决定不走三恶道。啊，在六道里头，保证了。 无论有没有佛出世，都不要紧。啊，没有佛出世，你有菩萨、这个这个罗汉来教你，他们会照顾你；有佛出世，你就长随佛学。啊，握剑见是后见货。 贪嗔痴慢也是私惑，叫见思烦恼。啊，我见是见烦恼，完全看错了。啊，这个贪嗔痴慢，也完全想错了，啊，思想上的错误。啊，换一句话说，这通通断尽了，六道就没有了。那么于此，我们可以知道六道从哪里来的？六道是从错误的见解。 错误思想里面变现出来的，假的不是真的。你这种错误的思想没有，六道轮回立刻就不见了。啊，就好像你做梦一样，梦里头有，醒过来没有了。啊，那么这些东西我们知道了，我们常常要反省自己有没有。 如果有，就出不了六道轮回。无论修学哪个法门，都不行。八万四千法门，没有说带着烦恼啊，你能够开悟正果的，没有这个说法。唯独净土法门，带业往生。啊，这个见识烦恼没断。 也能完成。条件是什么呢？你能够扶住啊，没有把它消灭掉，你把它扶住了，它有，它不起作用啊，这就成功了啊，你就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你就能感得阿弥陀佛来迎接你。 如果这个东西扶不住，它还起作用，到临命终时还起作用，那这一生你就不能去了。啊，佛不会来接引你，佛不是无私悲，啊，有这些东西，这是然物，到极乐世界，啊，他们也讲究环保嘛，怕你把极乐世界染污了。 啊，所以有这些染污的极乐世界进不去。啊，这个染污辅助是有辅助，辅助它不起作用，行，繁圣通居土。啊，允许你也带去，用什么东西扶呢？一句佛号，妙绝了。古人所谓的“不怕念起，只怕觉迟”。 啊，念起是吸气，当然会起，不起，那你是圣人，你不是凡夫，肯定会起。起来怎么样呢？第一念起来是个恶念，啊，像贪嗔痴慢疑念就起来了；第二念就是阿弥陀佛，就把它压下去了。这叫真念佛，这叫会念佛，啊，就是用这一句符号。 把你烦恼习气压住，石头压草，啊，功夫成片的念念都是阿弥陀佛，这个念头决定不能渗透，啊，渗透就夹杂了，这决定不夹杂，啊，你看我们在念佛，我们在读经，常常有妄念进来，那就不行了，啊，一个妄念进来就把功夫破坏掉了。 啊，所以念佛的功夫，念到的时候，这个杂念都渗透不进去，啊，加不进去，这叫功夫成片，这不是一心不乱，啊，这是功夫成片，啊，功夫成片也有三倍九品，上三辈的就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啊，功夫成片的代言往生，啊，这个三品人。 佛的功夫高明啊，他往生极乐世界能随意去，就这样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一动念头，阿弥陀佛就晓得了。哎，你想去，阿弥陀佛就来了。啊，于是学佛的人，我们就明白了，学佛学什么，就学这个。 这世间一切的一切全是假的，包括身体都是假的，身心世界通通放下了，这一生往生就有份，生到极乐世界，一生成佛，功德圆满了。啊，遇不到净宗法门，那就真难。 为什么呢？一要断掉啊！他不能代业，一定要断掉。断代业的只有这一门，啊，八万四千法门只有这一门代业。我们今天想一生成就，除了这个法门之外，我们没有第二个法门。啊，我学佛六十年。 啊，大小乘经论都涉几过，知道没有能力断烦恼，啊，所以老师乖乖的回头，依靠阿弥陀佛，依靠无量寿经，啊，所以经一切经论我都能放下，我就要一部无量寿经就够了。 啊，在这个世界，还有不少的同学，大概是一半以上，可能到三分之二，喜欢阿弥陀经。啊，我这一部经讲完之后，现在讲到一半了。啊，还有时间的话，我把阿弥陀经讲一遍。啊，看时间的长短。 时间长，我把莲池大师的苏超讲一遍，偶益大师的要解讲一遍。如果时间短，我只讲莲偶益大师的要解啊，重新再讲一遍。以前呢是十多年前讲的啊，现在跟从前境界完全不相同。 啊，这个能帮助许许多多学净土、啊求往生的人有利益了。根本烦恼第一个贪，与有有具贪着为性。 能长无贪生苦为业啊，与有有聚。这个有是什么呢？有具又是什么呢？啊，有是三界有，欲界有。 色界有有，无色界有，这叫三有。啊，你在佛经上看到三有，就说的这个。这三种统统具足，你出不了欲界。修得再好，福报再大。 最高的层次是欲界第六天，桃花自在天啊，再往向上,上去去不了了。为什么？你有欲啊？欲是什么呢？指的是无欲，财色名食水。 啊，有聚，聚是作缘。啊，你里头有欲望啊，啊，外面真有啊，这个财色名食睡摆在你面前呢，你就起了贪着了。啊，你贪爱，你执着，这就是贪的本性。 世尊在楞严经上告诉我们：大山灾，它真正的因就是贪嗔痴。所以，世界上所有一切灾难，啊，你说自然灾害，佛家不承认。佛法里面讲，没有自然灾害，灾害都是人为。 都是你自己不善的念头感召的啊！这一桩事情很难懂，我们以前也想不透，但是佛说的又不敢反对啊！一直到我们学华严、学《望经》啊《还原观》，才恍然大悟，才了解事实真相啊！《还原观》太好了。 华严经那么大一部经，啊，闲熟过时，写这篇论文，修华严奥旨，望见还原观，啊，这篇论文，啊，六个纲领，把这一部经就讲的华严就讲的清清楚楚，明明。 高明极了啊！形一体，形一体，今天科学哲学都没达到。其二用呢？今天科学达到了啊！这个二用啊，简单的说，就是宇宙的元气，宇宙从哪来？ 生命从哪里来的？我从哪里来的？啊，《望京欢迎馆》第二段讲清楚了，比科学讲的高明啊！今天量子学家讲到这个问题，就是阿赖耶的三西相啊。科学讲不清楚的，就是这个三西相的根源。 根源是自信清净圆明体，这个科学家永远找不到。啊，科学能找到的，一定它有现象；，它没有现象，那就找不到了。啊，现象有三大类：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啊，自信清净圆命题这三种现象都没有。 那科学就无可奈何了啊！三种没有，你怎么能找到呢？佛射呢，放下就找到了啊！你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你就见到了啊！科学家没放下了。他们研究的理论依据是所需。 就数学是科学之母啊！中国人讲易经的，易经是数学啊,啊。从数学上的发现这个理论道理，然后再用科学方法来求证，他用这个方法，所以他没有离开第六识啊。而第六识的作用，佛在经上讲的很好。 对外，它可以圆到宇宙；对内也，它可以圆到阿赖耶，就是缘不到自信。你看，三千年前佛说的，今天证明了，啊，科学家确实宏观宇宙，啊，他看到宇宙的边际了；微观世界呢，他看到阿赖耶了。 是佛家的科学啊，确实是最高的科学啊！今天研究宏观宇宙的，他们的报告说，近代这些科学仪器能够观察到的宇宙，实际上呢，只是全宇宙的十分之一。 还有十分之九啊不见了，啊，这是他们的报告。我们听了之后，我们明了，啊，百分之九十不见了，到哪里去了？回归长激光了，回归长激光就不见了，啊，回归长激光三种。 现象都没有，你找不到了。啊，微观宇宙的讲量子力学的，啊，他现在知道物质是什么回事性，物质的本质是意念，就是念头，念头是精神现象，所以物质现象是从精神现象变现出来的。 啊，这个他们搞清楚了。可是金钱现象从哪里来的呢？啊，这些科学家说无中生有，我们听得懂。那真的是无中生有，它是长长极光变现的，叫自信变现。啊，自信，非物质。 非精神、非自然现象，所以他只用过五字，他不明了事实真相，说无中生有，很了不起啊！啊，他们的报告对我们修学大臣帮好大的忙啊！我们从前对这个事情疑惑，现在听这个报告，完全明白了，一点都不怀疑了。 啊，对于释迦牟尼佛智慧啊神通道理佩服的五体投地啊，像方东梅先生所说的，完全肯定的承认，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 今天我们通过六十年的学习，我们肯定，释迦牟尼佛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啊，佛法不但是最高的哲学，同时也是最高的科学，啊，其而用。 就是其三种现象出现了，自然现象里面出现了精神现象，精神现象里面出现了物质现象。啊，那怎么会变成设法界、一真庄严、花花世界呢？啊，后面讲的三种周边讲到了。 啊，总体来说，无论是自然现象、精神现象、物质现象，它都是波动的现象。啊，现在有些科学家认为整个宇宙是波动，像弦一样弹琴，弦弦的定律。啊，那么自信它不动，所以科学家找不到它了。啊，只要动。 科学就能够发现啊，这三种周边第一个，是阿莱耶的夜相，啊，业相就是动，震动，频率非常高，速度非常快。 啊，就是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弹指，三十二亿百千年。啊，如果我们弹指，一秒钟能弹五次，啊，那就是再乘五，啊，我们计算出来了，一秒钟，啊，一秒钟它震动多少次呢？一千六百兆。 一般人怎么会知道？啊，一千六百兆啊！每一个震动，无论是精神或者是物质，它的速度都周并发界。啊，换一句话说，我们自己微细的念头，自己都不知道。 啊，横粗的念头我们才晓得，我们自己才感觉到。啊，微细的念头决定不能感，感觉不到。你看看细念，啊，一秒钟一万六千兆，也就是一万六千兆分之一秒，你怎么会知道？无法知道啊！但是这样一个微信念头。 他已经像这个无线电放射一样，变法界、虚空界都到了，周边法界呀，啊！所以我们的起心动念，要是说人不知道，那是假的啊！每一个念头的时候，都已经放射出去了，变法界、虚空界全收到了。 没有障碍，就是没有烦恼的人，他的心境，他接受的能力非常强啊！无论是我们的心念，或者是树木花草，啊，他都有念头，都有震动。 山河大地啊，所以我们才明了《华严经》上讲“情与无情同源种之”啊，整个宇宙是有机体，也就是说，它是活的，它不是死的，连一粒微尘都是活的啊。这个江本身博士实验出来了，水实验啊，这矿物它有。 有见闻觉知，所以他是活的，他不是死的。那同时呢，我们这个身体也是个接收器，整个宇宙啊，这一些波的时候，我们通通能收到，像诸佛菩萨一样，啊，通通都能收到，能发能收。 啊！现在我们的发发射，我们不知道；接收，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这是我们自己本身障碍，不是你这个机器啊没收到，你机器有故障。收到的时候，它没有没有反应，没有感触，就变成这样。这这叫愚痴。啊，不是收不到。 啊，这个障碍，华佛在《华严经》上说了一句话，就是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这就是你本来是佛。现在为什么变这着？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那换句话你今天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你不能证得。啊，妄想是无明烦恼。 分别是尘沙烦恼、执着就是见思烦恼。我们现在讲的见思烦恼啊，这二十六个烦恼是见思烦恼。你有这三大类的烦恼啊，你就变成凡夫了。虽然呢，完全接受到，也没有感触，你自己也是圆满的发射出去。 啊，你自己也没看见。啊，我们读了还原观，这汗毛之术啊，啊，才了解事实真相。原来我们起心动念，自己根本不知道的，变法界、虚空界，人家全都知道了。 啊！只有凡夫，虽然知道了，他也迷迷糊糊。啊，稍稍有定功的人，定功越深，知道的越清楚。啊，哪些有有定功呢？刚才讲了，见烦恼放下，啊，思没放下。 啊，也就是小陈、徐陀华。他们的能力就不是一般人能比啊，天人都不能相比啊！啊，他五种见或断了。啊，第一个，他不再执着生死自己了，也就是《金刚经》前半部所说的。 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他真得了。啊，这个境界，小乘四果所证，出果证的钱阿罗汉证的的身，啊，都是破四相，破四相功夫浅深不相同。 那在《华严经》里面，这就是实性为初性菩萨啊，断证的功夫跟小乘须陀洹相等，可是聪明智慧啊，那比小乘高的太多了啊！什么原因呢？大乘人天天亲亲近佛菩萨，天天听大乘经。 啊，虽然不能正的，他知道，叫解悟，啊，小臣人不听大臣请教，他不，他不他完全不知道，那就是大臣比小臣聪明，但是断证的功夫是相是平等的，啊，通通都是断，我见。 啊，我们把握剑提出来，先讲这个。啊，这是见色烦恼的见烦恼。啊，佛教术语的称识识。啊，这个这个呃，大师的诗啊，十个啊，识识。啊，握剑，与诸。 地理，颠倒推度，然会为性；能障善见，生苦为业。一民不正见，一民恶求。 地是四地，苦集灭道啊！对四地的道理，他迷惑，完全颠倒了，以苦为乐。 啊，四谛是讲的，是出世间法。啊，前面两条苦集是世间因果，果摆在前面，然后再说因。啊，世间六道三界。 都是苦啊！这里头没有路啊！三界痛苦啊！欲界里面有八苦，有坏苦，有辛苦，通通具足啊！色界天人虽然没有苦苦，他有坏苦。 又辛苦，无色界天人连身体都没有了啊！他不需要居住的宫殿啊！我们讲灵界啊，他是灵魂灵界，他不要身体，所以他没有坏苦，没有苦苦，但是他有辛苦，辛苦是什么呢？ 他这个境界不能永恒保持，他的定功失掉了，还是要轮回，这叫辛苦啊！啊，没法子永恒保持啊！所以佛跟我讲：“三界痛苦啊，乐是怎么回事？苦稍稍停了，你感觉到有乐。” 那苦不停，你就觉得太苦了。什么地方苦不停呢？地狱的苦不停，就一日一夜万死万生的，《地藏经》上说的。啊，就是那个地方受苦，它不停从你堕地狱到你受苦受受尽了，你的业报报尽了，离开地狱的时候，你就得了。 你感觉到很快乐，啊，没有离开始那苦不堪言。啊，地狱之外，其他的苦多乐少，啊，人间所谓苦乐参半。 啊，百分之五十苦，有百分之五十的路。啊，往天上去，乐多苦少。啊，到四禅天、四空天，几乎都没有路，没有没有苦，只有什么苦呢？受命中的时候，觉得很苦。啊，色界色界天人。 临终前七天感觉到苦，啊，他感觉到苦不，不过七天他命终了。啊，在这个之之前，他没有想到有苦受。啊，你在这里就能够逐渐体会到啊，越往上乐多苦少，越往下苦多乐少，纯苦没有落是地狱。 纯落没有苦无相点、司空点啊，这些事实真相，只有佛说的清楚啊。科学研究不到啊，啊，科学只能够研究现象，无色界天没现象。 他就无法了解啊，色界天有现象啊，所以不了解事实真相，以为这个世界很可爱，贪念了、啊，错了。 啊，然慧也，会是聪明智慧。啊，全是然物，也就是这个聪明智慧错用了心呐、啊，用什么？用贪嗔痴嘛。啊，能长善见，啊，善见是真见，正知正见。啊。 对于这个事实真相，清清楚楚、明明了了,了，这正件呐、啊，啊，被障碍了，啊，一看全看错了，啊，生苦为因，因为你看错了，你想错了，于是乎你做错了，你说错了，啊。 感召来的果报，三途国宝到这里去了。握见也叫不正见，也叫恶求。啊，分开来就是五大类，啊，神。认为神是神圣我，错了。 生不是我，啊，生是我所有的，啊，生死轮回，生死是生轮回是你的灵魂，啊，生有生灭，灵魂没有生灭，啊，但灵魂出不了六道，为什么？他迷，他迷而不觉，他带着严重的。 烦恼啊，就是这六种根本烦恼习气，非常非常严重，所以他出不了六道轮回。那么，这个烦恼习气通通断尽了，他就超越了，轮回自然没有了。所以我们晓得，轮回是这六种烦恼变现出来的，这六种烦恼没有了，轮回就没有。 啊，聪明人，他就把这个放下了，这个放下了，证阿罗汉苦。啊，头一个叫尽烦恼啊，对初世见，初始见法灭道。 啊，这个灭就是佛经上讲的涅盘。涅盘是梵语，翻成中国字叫灭。灭什么呢？灭烦恼。啊，就是这六种烦恼都灭掉了，你证阿罗汉果了。如果你更高一层次，你把见识烦恼灭了。 尘沙烦恼灭了，无名烦恼灭了，那恭喜你，你成佛了。那这是大臣这不是小臣啊，是我们现在在经上学习的，你就升到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啊，这个地方是诸佛如来的报土，也是你自己的报土，自他。 是一，不是二，因为你本来是佛，自他不二，放下就成了。啊，我一生念念不忘张家大师，这些事，是我跟他老人家见面头一天告诉我的。 啊，这个话他说的，告诉我，看得破，放得下，凡夫就成佛了。啊，看得破是什么？看清楚了，看明白了，就是正知正见。啊，放得下的，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这假的，那不是真的。 把六道放下，把十法界放下，讲的这个东西没有了。现现在自己眼前的境界上，就是诸佛的十宝庄严图啊，极乐世界、华严经的华藏世界啊，华藏世界。 是毗卢遮那佛的暴徒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报徒任何佛国度我们随意去。为什么？你到了这个境界啊，你会在这个境界里面住一段时期，把。 无视无名的习气单调，你就回归长寂光了，回归自信，啊，回归长寂光就是回归自信。印度人叫大般涅槃，啊，这功德圆满了，啊，大半涅槃起不起作用？起，变法界虚空间。 众生有感，立刻就有业，就众生，每一个众生，包括山河大地，啊，这些矿物质，它通通有波动。啊，所有一切波动现象，你全收到，而且你清清楚楚、明白明白白，一点都不含糊,糊。 佛菩萨的心结不可思议啊！众生有感，立刻就有应啊，有应就产生变化。三种周遍，第二种，畜生无尽啊。慧能大师报告里面，能生万法。 啊，万法从南水的感应当中，自然发生的。啊，没有通过想象。啊，就是没有通过起心动念分别之处，自然反应。啊，这个我们在江本博士水试验里面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啊，我们理解了。心量，现在我们迷了，心量变得很小，两个人都不能包容。 都还闹意见啊！我们本来的心量是什么呢？三中周边第三个说的“含荣空有”，啊，“含容空有”就是佛家常讲的两句话：“心包太虚，量周杀界。”你看多大啊！我们的心包虚空。 楞严经上的比喻说的非常好，把我们的心量比喻作虚空，虚空比喻是一片云彩。你说哪个了？虚空太小了，心量太大了。这是，这是你的本心，是你的真心。啊，量是能够容纳，容纳什么？变化界、虚空界你统统，你通通能包容。 你成佛了啊！佛与化身菩萨有这么大的心量啊！啊，真正知道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什么关系？一体。我们学佛，我们是在经教上。 得到这么多的信息，啊，我们明白了，这种明白，这叫解悟，啊，是学习经教得到的，不是正悟，啊，正务你就得受用，啊，一般讲呢，六种神通就出现了，那是正务。啊，我们这是解悟，啊，解悟。 能帮助你信心，你真信真愿往生到极乐世界就真的，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真的就正悟了。再是。 这个十法界里面，啊，四圣法界，声闻、圆觉、菩萨、佛，对于向上一度就是最高的境界，跟我们一样，都是结果。为什么呢？ 无事无明没放下，无事无明就是起心动念，那个太危险了。起心动念的现象，在《大乘经》里面说，八地菩萨才感受到，啊，七地菩萨还感受不到，八地感受到，那个心多清净。 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七地之前都是属于节物，八地真的了，清正的境界啊！八地上面，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就是最高的五个位置，他们是真的啊，菩萨。 包括佛，总共五十二个位次，最高的五个位次真的，下面都是结果。啊，结就是张家大师告诉我的，看破，看破是结，放下是真的。啊，所以真正的功夫没有别的。 就是放下了。我见放下了，然后开始我们错误的思想要放下，错误的思想五个贪嗔痴慢疑，三有看破了，三有看破就是六道看破了，六道不执着。 啊，在六道不执着，可以在六道里面，虽然业货没断，可以过阿罗汉的生活，得大自在呀、啊，那比不上菩萨了。 但是，一般凡人比不上你，为什么呢？快乐、自在、幸福，你对于六道里面一切事情清清楚楚、寥寥分明，啊，你在六道里面可以享受，可以欣赏，啊，可以做种种工作，心里头干干净净、一尘不染，那为什么？假的，不是真的。 啊，在六道里面绝对不会有个念头，啊，我控制他，我占有他，没这个念头，因为控制占有是烦恼，他不生烦恼，生智慧呀、啊，不生烦恼啊，啊，他知道是假的，啊，换一句话说，对我这个身都不能控制，如果对身控制。 哪一个人想衰老呢？人人都想年轻，没有人想衰老的。我要能控制，控制我第一个不衰老，啊，活一百岁、两百岁还像年轻人一样，那我就能控制啊！啊，我能占有这个，这个事物，我让它永远存在。你做不到啊，还是一天一天的老化。 没有办法改变生老病死的这种常态啊，这就是你无法控制，你无法占有。既然不能占有，不能控制，又何必干这个傻事呢？那个占有多痛苦啊！啊，没有得到享有，有了之后又怕丢掉，患得患失，不自找烦恼吗？啊，控制亦复如是。 啊，通通放下，得大自在呀、啊！啊，佛菩萨、真正修行人为什么那么快乐？啊，他对这个放下了。无论是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一切随缘，没有一样不好，样样都好，顺境好，逆境也好，善缘好，恶缘也好，通通好，没有一样不好。 就快乐了，就自在了。啊，为自己的是什么？为自己的是，一定想到带得走的要学，带不走的不要。啊，所有一切物质现象全带不走。啊，所以有。 当做无去想，啊，别执着，啊，我讲经也讲过很多次，啊，奉劝大家，我现在就这个说法，啊，我穿在身上的衣服是我的，没有穿在身上的不是我的，那不去想他了。 我住在这个房子，这个房子是我的；我离开这个房子，房子不是我的。你的心多干净呐、啊！啊，这世界什么旅馆呐、啊？没有一样东西是我的，我可以受用，我可以享受，样样都不是自己的，多欢喜，一点累赘。 啊，清净心是自己，平等心是自己。啊，大彻大悟我们做不到，留着到极乐世界。在现前能做到的清净平等。啊，不分别就平等了，不执着就清净了。所以放下执着，清净心现前。 放下这个这个呃分别，平等性陷阱。啊，往下难度比较高的到极乐世界，自然就成就了。 啊，楞严经告诉我们，贪心，啊，贪婪，贪无止境。所感染的是谁在感应的？啊，地球将来海水上升，什么原因？啊，居住地球上的人贪心太重了，大水把你淹没掉了。啊，仇恨。 与苦苦聚，尘以为先。啊，前面有有句是顺境，啊，称对的时候呢是逆境。我人，你不喜欢的，你讨厌的，啊，你感觉到苦啊。 啊，苦惧，所有一切苦的现象都现前了。啊，都是你不喜欢的，啊，他都现前了，你就对他嗔恨。我们一般讲说，你就有怨恨。啊，这是嗔的心。 楞严经上讲，尘秽感应的是火灾，大山灾里面的火灾。现在先前了，地球温度不断上升，啊，火山爆发，气候异常，这全是尘灰。 啊！科学家告诉我们，地球在太空当中的旋转不是规则的。啊，明年二零一二十一月二十一号，银河对齐这个现象。 几万年才有一次，哎，这我们碰上了，就是银河的中心跟太阳、地球排成一条直线，这是一种自然天象啊。太空当中星球运行，哎，恰巧这个时候排成了直线。银河中心是黑洞，引力非常大。 连光线都被它吸进去啊！科学家担心的是什么？这个引力会引发太阳风暴。那太阳风暴呢，会影响地球。太阳风暴如果太强烈了，啊，通常太阳风暴是小风暴，有周期性，是一年一次。 啊，那么这个可能会变成很大的风暴，啊，一般风暴大概要两天到三天，它才影响地球，但是曾经有一次，这科学家记录，有一次半个小时就到地球，就影响地球，啊，怕这种风暴在明年会引发地球的海啸，啊，它会把海水拉起来。 啊，要拉个一百米就不得了，啊，它骑上去了，能够引发火山爆发，啊，所以火山、地震、海啸一起来了，这是灾难。现在科学家还没有方法来来防止，只知道有这个状况。 啊，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呢，都是我们贪嗔痴引发的。如果我们把成会化解，这个温度就大幅量降低，就不至于那么严重。啊，贪心收敛，不至于有大水灾。啊，这个水灾我们。 看上去很可能是海啸啊！海啸实在是非常可怕啊！尘灰，一地球上温度上升啊！科学家告诉我们，这个大的灾难可能赢求地球。 磁场变化，就是南北极对调，啊，南北极到哪里去了？到现在的赤道，啊，也就是现在赤道这一带，将来是最寒冷的。那么最热的呢？最热的是现在南极跟北极，它它两个对调了，这一对调麻烦大了。 北极的动物植物不能生存太暖了。啊，吃到这个热带的时候，动物植物也会死亡，它太寒冷了，不能生存，不能适应。那就是地球上大灭绝的灾难。去年八月。 有五位科学家在澳洲悉尼开了两天会议，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学院有七八个同学去参加，回来的时候写了一份报告给我。啊，他们这个记录里头前面一半。 是讲近代科学的发现，跟佛经上讲的一样，我们看到非常欢喜。后半段呢，就讨论二零一二的灾难啊，对这个问题，科学家看法不一样，有一半认为这是一个天下正常现象，不会引起地球大灾难。可是有半数呢。 认为这个银河中心这个黑洞啊有巨大的影响力，就像刚才所说的，怕发生这个灾难啊。美国的科学家布莱登告诉我们啊，他说的这个方法跟佛经上一样。 他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够弃恶扬善，就是佛法讲的断恶修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改邪归正；第三个，端正心念。不但灾难可以化解，地球会变得更美好。 美国科学家说的啊，跟大臣经上讲的这个应对态度完全相同。具体的方法就是念佛啊，念佛功德之殊胜，《无量寿经》上讲的清楚啊。 讲的明白了，啊，对这个有怀疑的，好好的来学无量《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真正学通了，断疑生信，啊，决定帮助你这一生顺利往生净土，圆成佛道。 那、啊、一般讲的时候，不退于成佛了。啊，这个方法科学里头没有啊，没有说到啊。啊，一句佛号，心里头只有佛号，除佛号之外，什么都放下。啊，我常常说，把我们的心换成阿弥陀佛。 我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心，啊，心里除阿弥陀佛之外，其他的什么东西都不要。这种心态念佛，就是善道大师所说的“万修万人去”啊，一个都不会漏掉。啊，现在学佛的人多。 真正修行的人少，什么原因呢？他不懂这个道理啊！念佛也念念得很勤恳啊，甚至于一天到晚。早年我在台湾南部讲经，有一位老居士啊，天天来听经，告诉我，他八十多岁，他每天念佛号三万声。 啊，他住在乡下。他念佛是一步一一一声佛号，也就是说，他每天走三万步，所以六十多岁红光满面，身体非常健康，运动量够了，一天走三万步，念三万声佛号，这就是他每天的功课。啊，这个老人可能很早就往生了，现在不在了。 啊，我那个时候好像是五六十岁的样子，他八十多岁。啊，那科学家告诉我们，地球上温度会产生很大变化，有些地方三十度到四十度，有些地方。 五十度到六十度，那是什么呢？人功高国慢，尘慧心很重，脾气很大，啊，他居住的地方就会有五十度到六十度。啊，念佛的人，心地善良的人，啊，心地清净的人，大概温度的时候是三十到四十。 啊，这是提供我们很好的建议。啊，这是学佛的人，大家在一起，人数越多越好。啊，这个集体的意识会产生很大的作用。啊，能够啊，不能够完全化解灾难，也能把灾难大幅度的减轻。 啊，这个是科学家也也承认了。啊，但是这种祈祷方式是治标，不是治本。啊，这个灾难过去了，大家又松懈了。啊，我念我的行为又又又起来了。 这这不是办法啊！治本的办法就是教育啊，要教学啊。对于整个宇宙、性相、离世因果，都能够通达明了，我们自己就明白。 应该怎样做人？应该怎样修行？啊，知道超越六道十法界的秘诀，知道夜深修行正果的方法，那哪有不成功的道理呢？身心因果。 一心向善呐、啊，啊，这就对了，啊，自己最好做出榜样给别人看，啊，最得受用的还是自己，别人看懂了，感动。 回头是岸，看不懂也中了善根。啊，所以成慧能长无成诸意晓得，无贪无嗔无痴是三善根。世间所有一切善法从这生啊，嗔能障碍。 无尘的善根呐、啊，不安稳性恶行所依为意啊，叫他造业啊，他造的什么业？不安稳性，他的心是浮动的，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心浮气躁。 啊，经不起风吹草动，他就发错了。啊，陈秽就发错了。第三，在浴池，浴柱离世离岸危险。啊，佛法讲的。 性相离是因果，他完全不懂啊！迷惑颠倒啊！啊，因为迷惑颠倒，所以他想错了，他看错了，说错了，做错了，他就造作恶业。 啊，能长无耻。无痴就是智慧，智慧能破无明，就是破愚痴。禅定能破尘慧，持戒能破贪欲，所以戒定慧善学。 就是对治贪嗔痴,痴的，贪嗔痴是病啊，戒定慧是药啊，释迦牟尼佛开出的药方啊，啊，戒律的根，诸位一定要知道，是《弟子规》啊，今天佛法说。 衰在什么呢？我们把戒律丢掉了，根丢掉了。啊，所以在家学佛十善也做不到，出家学佛，沙弥律仪做不到，这就是都是假的，不是真的。为什么做不到？没根，这个戒律根还有根啊，根之根。 是《弟子规》，是《感应篇》啊。我们今天学儒学道，没有违背佛法，为什么？敬宗，最高指导原则就是敬业三福啊。《观经》上佛说的：“孝养父母，奉师师长”，头一句话了。 人不孝父母，不尊敬老师，那就没办法了，没救了。啊，我们如果不懂得一点尊师重道，你遇到好老师，人家不肯教你。 啊！我一生遇到这三个老师，三个老师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涉及二十年，常常反省反省，为什么老师对我这么好？我跟他们三个人非亲非故啊。 啊，那个时候我的生活非常困苦啊，一分钱供养没有啊。老师为什么那么热心教导？啊，想来想去，大概就是尊师重道。啊，我跟方东北先生先是听说，这是一位当代的大哲学家。 明教授，听说他是桐城人，我是余江，他是桐城，我们距离很近，啊，五十华里，不到三十公里，我们家就住这么近，同乡了，啊，写一封信，啊，我写了一篇文章寄给他看。 目的呢，是想能够到学校旁听他的课程。呀，这么个缘分呐！哎，一个星期之后，真回信给我了。那试试看、啊，没有任何信，这个这个信，信信奢望啊，不敢奢望啊。那试试看呢、啊？哎。 真的回信来了，啊，来了又我到他家见面，啊，我就去到他家里去拜访他，啊，我写的信是文言文写的，是毛笔公开，恭恭敬敬，这可能他起作用。 啊，可能他的学生交作业的时候没有像我写的这么整齐，啊，给人家好感嘛，啊，见面的时候，啊，面谈，啊，他心里就有数了。我们真想学，不是假的，没有缘分的、啊。 啊，他告诉我，就是现在的学校，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他说：“你要想到学校去听课，你会大失所望。”这几句话就凉水浇头啊，就是不同意了。我当时听了非常难过，啊。 唯一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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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好像老师给我回信，又要见面了，大概有几分意思了。没想到这几句话的时候，让我听得太难过了。啊，我们沉默了几分钟。啊，老师开口说：“这样好了，你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我给你上两个重点课。” 我的哲学是在他家里客厅小圆桌，啊，一个老师一个学生的这样学的，这做梦都不敢求的，不是在学校里啊。啊，所以以后方老师的这些学生们啊都很有成就啊，都拿到博士学位的。 听说方老师是这样教导我，对我都特别尊重。啊，我说为什么？方老师的眼睛长在头顶上，谁都瞧不起。啊，他能够瞧中的，大概一一定有可取之处。我有什么可取了？未别的，真诚、恭敬，别的我没有，这两个。 我真正做到了啊！真诚恭敬心感动老师，教我我没有交一分钱学费呀！啊,啊，现在补习班学费收的很高啊，我这也是补习啊！啊，一个一分钱学费没交。 啊，所以我在安徽大学成立一个方东梅先生研究所。啊，我拿了两百万人民币成立这个研究所，纪念老师，啊，不忘老师之恩呐。那本来对佛教不能接受啊。 完全排斥啊！他把我转过来了，告诉我经典里头有好东西，真像这个呃《开经记》所说的“无上甚深微妙法”了，在大乘经典里头啊，啊，这怎么可以当面错过呢？ 啊，张家大师是一位朋友，带我去看他老人家。啊，一见如故。啊，第一次见面，他老人家就交代我，啊，他把我们看孙子辈，看小孩看待了。我二十六岁，他六十五岁。 大我三十九岁，祖父辈的，啊，就交代我每个星期天去看他，也是给我两个小时。啊，我跟他老人家三年，啊，我佛学的基础是他老人家奠定的，啊，没有这个基础，跟李老师就学不到东西。 所以，扎根教育非常重要。啊，三个老师，老师指路，我知道方向，知道路怎么走法。韩馆长护持，没有韩馆长的三十年护持，就没有今天。啊，那个时候我真是到。 也是危急存亡边缘上，啊，逼着我，啊，一个就是放弃研究经教，去做金蝉佛寺，啊，这个寺庙里欢迎；继续研究经教，寺庙不欢迎。啊，我所以到那个时候逼着，一个是还俗。 一个就是服从，啊，放弃金教，去做金藏法师。我愁闷的很痛苦啊！韩馆长问我，你有什么事情烦心？我把这个事情告诉他，他回去跟他先生商量，然后呢告诉我，他家里还有个空的房间。 啊，也有个小厅。他问我可不可以在在他家住。啊，我们自己找地方讲解。啊，租租讲堂，借讲堂。啊，我没法子做主啊，我就带着他去见李老师。李老师赞成，同意。啊，这样我就到他家去住。 在他家里住了十七年，啊，我们才有一个图书馆。三十年的护持三十年，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我天天要上台讲经。练习吗？不练不行啊！啊，听众三个五个没关系，啊，我说你替我找地方，不要让我讲经中断。 替我找听众啊，他就入佛门，也认识了很多佛友，三十年不中断了，我这个经教才真正扎实了啊，有这么样深厚的。 底子，所以才经得起风风浪浪啊！啊，这一生当中曲曲折折，啊，都能顺利通过。啊，路不是很平坦的、啊，非常曲折。啊，可是。 没遇一个挫折，自己大幅度向上提升，所以我非常欢喜。啊，对于诽谤的人、侮辱的人、陷害的人，真正感谢了。啊，我都给他们立牌位，感恩的。啊，这是逆增上员啊，帮助我提升。 帮助我成就啊！不论他们是善意恶意，这都不管，总是一个真诚感恩的心来对待啊。到澳洲帮助澳洲的学校啊，来做。 团结宗教、团结族群的工作，啊，十年，这个基础做得很好了。啊，再有十年，我相信澳洲宗教跟族群都团结成一家人。 这个社会就能永续、持久的安定啊！我们还想在此地做教学的事业啊！中国古老传统的教学方法，一门生书，长时熏修啊！我们很想做。 洛克文先生做总理，我给他谈过的问题，他非常赞成。啊，希望我做出来，啊，成绩正好，那么澳洲政府就可以在这个国家来推行，啊，做这个这个教学改革，啊，这是一个民主社会，必须国会通过是。 他会带到国会议员来参观，让大家都了解，啊，都赞成。那澳洲一带动，就会影响全世界，这是非常好的一桩事情，啊，中国，古代私塾里的教学法，啊，现在看不到了，啊，我从哪里来的呢？ 你看看，方东梅先生人教我是四书教学法，<laughs> 一对一的。啊，我跟李老师十年，李老师教我们是也是私塾教学法，啊，虽然有个经学班，二十多个同学，他是一个一个教，啊，一次他就教一个人，跟他面对面，其他同学旁听，这种方法教的。 非常有效果啊！啊，我们进入这个班的时候，对这种教学的时候欢非常非常欢喜，啊，从来没有感受过的，啊，所以我住在新加坡的时候，啊，做了一个实验，就是培训，啊，我办了个班，小班。 红发人才培训班，学生不超过二十人。啊，第一届九个人，第二届大概十几个人。啊，营业绝不超过二十个人，办的很成功啊。 啊，所以我们想办一办这么一个学校。啊，这个学校这个是一条龙的学校，从幼儿园开始到研究所。啊，不招生不招生，都是升级升上去的，所以只招收每年只招收啊幼儿园的学生。 啊，幼儿园学生的时候，大班毕业了要一年级，我们就设小学一年级。那小学一年级念完的时候，我们再办一个二年级的班，一点也不累，很轻松，一年多增加一个一个班，不到不招外面生，外面学生的时候，他为他们有基础。啊，必须要从小扎根，这我们想做这个事业。 啊，这很有意义的各种事业啊，政府支持啊！啊，现在很多同学因为到处灾难很多，啊，希望移民到澳洲的人呢越来越多了。 啊！我就想大家筹划学佛的同学，我们住在一起，建立一个委托村。啊，然后呢，我们去准备办学校。啊，先办幼儿园跟小学，六年之后办中学。啊，在一起也可以，分开来也可以。 另外，在是一所学校中学，人不能没有智慧，只有智慧才能解决问题，啊，愚痴不能解决问题。 啊，于是你看，一明无明，啊，无名烦恼主要就是讲茶。第四慢，是己与他高举为信，叫傲慢。慢这个烦恼与生俱来，啊，不是学来的。 生下来就有，从宇宙起源，我们自己生命起源那天就有。法相中阿赖耶所说的，啊，阿赖耶就是讲缘起，宇宙的缘起。 生命的缘起啊，我从哪来的我的缘起，阿兰也讲这个事情啊，无名夜想。这是一念不绝，就是无名夜相。这一念没有原因，这一念没有前后。 所以叫他做无师无名，啊，很不好懂，啊，这也是佛法的缘起。这一动呢，在自信，也叫发现。 里面就变出一个阿赖耶。哎，阿赖耶从哪来的？阿赖耶从自性变现出来的。阿赖耶是真心，这是妄心，这个不是真心。啊，这一动啊，就产生了转向。转向是第七识。 选项是四大烦恼，长相随。那这真叫根根之根呐、啊！第一个是身见，啊，以为有身体，啊，叫我见；第一个是我见。 第二是我爱，我爱就是贪。啊，第三个是我慢，我慢跟嗔恚是一个意思，傲慢。第四个是我吃，所以爱、慢、吃就是贪嗔痴。 所以贪嗔痴是与生俱来的烦恼，很难断。莫那时啊。 啊，从末那时，这才产生了境界相，叫阿赖耶的见分、相分。啊，境界相就是阿赖耶的相分，啊，相分就是外面的宇宙，见分就是生命的缘起。 啊，阿赖耶的业相就是震动，科学家叫能量。啊，见分叫信息，相分叫物质，折腾起来了。但是要知道，自信里头没这些东西，全是假的。啊，只有自信是中真的。 真的是真的不动，望得动，永远是在那里动整动，不整动它就没有了，就像波一样，水里的波波一定要动，它不动波就没有了，水就平了，水平静叫自信，起波浪叫阿赖耶 <coughs>，啊，用这个比喻。 主要容易体会，波就是水，水就是波；阿赖耶就是自信，自信就是阿赖耶。自信的本相，没有，没有不是不动的，动的时候加耶。啊，所以这个傲慢呢、啊，是与世俱来的。 有我，总觉得我比别人强，啊！别人再强，我也觉得他不如我，所以与他高举为先佛法是要断，为什么呢？不断，平等心生不起来。 啊，贪断掉了，清净心出现了；慢断掉了，成慧跟傲慢断掉了，平等心生出来了；一根痴断掉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现起了。啊，所以这个东西障碍呀、啊。 障碍我们明心见性呐、啊，障碍我们成佛啊！你还要他吗？你还不放下吗？你不放下，那叫学什么佛啊？学佛目的不就叫成佛吗？啊，成佛不放这下，那你学佛是假的。 啊，真学佛，你必须对他认识。这个东西有。啊，我们本来是佛，搞在六道，搞在三途，受无量无边的苦恼，都是被贪嗔痴慢疑害的，不能怪别人，这是自己自信里头带来的。啊，自信没有。 变成阿赖耶之后，产生这个东西啊，根本都是从我见里头来的那如果没有我见，后面的。 我爱我，我慢我吃，都没都不会有了，啊，都是从我见里面延伸出来的，这一定要懂啊！啊，修行一下断不掉，要一年比一年少，你把它控制住，这就是你的功夫得力出。 啊，可不能放逸，可不能让它增长，让它增长就坏了。那我们修行功夫全毁掉了。啊，修行人能不能成就，全靠你能不能把这几样东西扶住。啊，后面这个“以”，与住地力有于为先。啊，这个“以”，简单的说。 与圣贤教诲怀疑，与佛菩萨的教诲怀疑，那就那就坏了。啊，你要晓得，诸佛菩萨、圣贤他们所说的、所教的，全是自信流出来的，那叫真东西啊，真实智慧。 这部经上讲三种真实，啊，真实之际那就是真实的事实真相。啊，《般若经》上另外一个名词叫诸法实相，啊，一切法的真相啊，你不能不知道啊。 他知道就不怀疑了啊！所以，只要你有丝毫的以情，你学东西就学不到啊。老师召见这个学生，看到这个学生啊，对这些历史还是不很清楚。 那怎么教法？不能教啊！看这个学生态度，心浮气躁，那就算了，放弃了。啊，什么样的人能人能教？见到决定不能放弃，就是印度所说的，他有沉浸性。真诚恭敬。 一分沉静，他得分一分利益，你就好好教他一分；两分沉信，你就教他两分；教多了没用，这些收不进去。十分沉浸你教他九分，对不起他，他还能吸收一分啊！你就不能够令法啊！这是老师对待学生教学分寸不一样。 啊，我们跟李老师十年，同学二十多个人，老师对每个人教学都不一样。啊，到以后我们才明了，同学更新不起，他因人施教，啊，所以教学没有定法了。 悟性高的，要用他很好的悟性，希望他悟入境界。记忆力好的，啊，悟性不好，那就叫他多念、多记一些，啊，慢慢再来。啊，最重要的是悟性。 啊，悟性真的是差一些的，那就讲记性。啊，这是不得已而求其次。啊，我学习从小还就是悟性比较高。啊，同样听东西，同学没有听懂，我听懂。 跟李老师学经也是如此。我们虽然旁听，啊，他一次只教一个人，其他都旁听啊。我在后面旁听，全听懂了。啊，我比老师教的那个人学的还多。啊，所以我在那个班上，大概不到一个月，我就变成助教了。 啊，同学们有听懂的时候不敢问老师，老师会打人，会骂人，打了骂了也不教你。那打骂教的时候还无所谓，打骂都不教。这逼着你说，逼着你听课，非用功不可。哎，你不可能听到第二遍，这些同学们就困难了，以后就来找我。啊，我可以给他讲第二遍，讲的跟老师差不多。 啊，进度非常快啊，真叫法系充满了啊！所以这是六个根本烦恼，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下面呢是二十个随烦恼啊，我们底下一堂课来学习。 这个确实，是得搞清楚、搞明白，啊，让我们在学习经教过程当中啊，不再有障碍。